八二三年嘛，八三十哦，九二三年就得升进来的嘛，八二三年就来的。又说是他又当过兵了，他大概是九几年，就说修这个天桥，他都在场修了的嘛。七几年他参加朝鲜战争，越南战争。2009年以前他就包这个工程，就是包逼一个的小大了大个包工头的工程做，他就带他家乡的人呢和他亲戚朋友带去做事，他是包工的带班的吧，最后呢待班的时间待着呢，这个工程就比较完工了呀，完工了呀的时间呢就比这个包工头把整个工资的公司就领了揣的包了去了，拿走了，走了过后他就找公司也找不住，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不了解他的身份证，他就来流浪了。做城管和这个巡警的，不让他做，他都说我是朝鲜打仗，越南打仗下来的，我也没有说我有功劳不功劳，反正我不回家，因为怎么赶我也不走，就是赶出来，他又回我，赶出来又回。抽烟一天不稀奇的，抽烟过后咳嗽，就在那里面鼓起来，咳得多厉害的。他这两天我的开水他没喝，前段时间他就天天都来倒一点喝，我就是带多带一点了，我说看他这个可怜的样子，呵呵，我有时我说你吃不吃饭，我们给你带点饭。那天我们小知识呢，根据社会的发展呢，社会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一开头还是想读书，看到人家读书讲话这些，读书呢他可是受社会这个发展的汉字就多得吃，再一个呢我的学历啊也是不是很好，咱个中品偏上偏下，但是在中间呢听我们我一个母亲是很有本事的，父亲过世了他就讲了，儿子也好女子也好，这个人呢男子啊总的说来，不管在什么时间，还是修个技术。
开始就是三个广场，一点特好的修，这个藏宝有一半修成功的，应该我是九八年那边的深圳市区改，就我就看到改革的。他前段时间成功高雄了，他说要是王老头你不在这里，我生活没法了，没得耍处，那个人家会看的。在最后呢，我就想起学个技术吧，我眼睛那阵身体很差的，现在好一点，所以其他的当啊台啊背啊木工施工我会做，这是最后仿的，但是看见一个老的就不是一般了，就没有这个轻松了啊。这我们九五年来呢，开始就是深南大道有一点房子，上海宾馆那些有点房子，在最后来做不了，就改大楼啊，就小高层发展了。这个通道我们看到原来是一个黑暗暗的没有活人的，是做些什么清洁工啦，做些什么维修工啊，就在做些没准的，就应该是这个通道是2000年吧，2000年装修的，我都在这里发了。
年的钱，现在我们的保时金是这个68000，这是最近几年才建起来的。那个最高的是那个产品三万当时40，就是60-48成吧。这个68成才建起2-3年。选高总监嘛，开始就是干，好一点不得了，小涨了，三涨，我们前面的还是比较吧，以后比较会拖死的，但是那你以后不但是我们真正学跟师傅是没学多久的，自己讨练反看摸索，就说基本的功那师傅都教了的，那是看出来。但是我这个人呢，小知识还是有点面浅，你爱红脸呢，你爱说不对，但是自己在网上呀这些要回忆，不对是哪个地方，应该自己找点察觉，自己做工作进行改进，就是这样修出来的。但是我呢，全部工吃工这些修了看了，我可以回忆过后，我就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就自己做一做吧，做错了再来吧，就是那样的。保时金里面呢，最后97年、98年、99年那就大秀长房屋里，也是7-8层高的，就那个家富广场呢，和这个深福宝集团呢，这些我们都是看得秀的，都看得秀。要吃饭了，要冲凉了，所以我们呢，这个穿好吃好，我不考虑，不能吃好，不能穿得太好，根据自己这个身体。我的观点就是说，要吃卫生素东西的，二个要把这个生活要保持平衡。